对啊，超多现在都I don't care anymore。 好，比赛开始，我们 Ottawa 打 Philly， 这个 match up 不知道怎样。自从有了那个 Steve 以后啊，成绩就二一还是谁，成绩就打得很好，打赢掉很多很高的排名的玩家。这个 match up 没有学的话，真的很难很难对付。詹姆要休息吗？好，詹姆看以后。走到中间去，好，我们奥特曼玩很多 Minecraft， 也许他这个对麦下有帮助。我们每天在家，我和奥特曼每天都在玩 Minecraft， 他一定知道怎么打 Steve。是想要挡他，这坏心。哦，危险哦！哇，直接被爆头。哇，到底在哪里？哇，好了，进入苦战了。
哇，好像死了，我还有跳。哎，为了要闪那个，最后没有闪掉，还错失了一个追击。哎呀，又进去了，还不够。200%，谁先收掉对方呢？这吸收也在死亡percent了，雨伞杀人。一个贝尔，很痛的贝尔，好的话追平了这个比分。互相喂药，最棒的惩罚，这个臭鞋子直接把那弹珠给踢掉了。这个是很漂亮的 combo， 药丸接费尔。好的话的胜负最后一命，如果这局没有赢的话就最后一命。痛的药丸被反了两次，应该要跳墙先的，我们恭喜 Billy 晋级。